也是很正常了。就那个放在上面，然后烫火放几下。哦，这样的，烫火放了，放很久了吧？这是条件，可以圆桥，可以是圆，可以圆是圆头的圆。但这个桥建于乾隆年间，已经有300多年历史了。它这个桥是由12块青石板组成的，这边6块，那边6块。它这个青石板呢，是以前从九江那边运过来的啊，以前都是通过马车拉的。里面它这个路都很窄，那以前马车的话就进不了村子，它只能运到村口。它进村子怎么办呢？它等到下雪天，靠着雪的滑动，它就用手在推进村子里面的，就这样运进来的啊。这说明以前人就是很聪明的啊。我们看那个桥墩那两啊，那桥墩那里尖尖的，像个燕子的嘴巴，那叫燕嘴，是用来分洪泄流的作用，就以免洪水对它冲击力，也就是分泄阻力的作用啊。这个桥可以给人家冬天坐在这里晒太阳，夏天坐在这里乘凉，坐在这里可以游览到半月溪水、半月村，因为村子沿着这条河下来，弯弯的像个月亮一样，所以说是半月溪水、半月村。那以前老人家说，裴园桥上走一走，一活活过99；裴园桥上坐一坐，以后的日子很